小慧，还有我们的老师同学们的带领之下，非常活泼可爱的进到了我们的现场来。外国岛原本有儿童协奏乐队、竹笛队、合唱团、鼓号乐队、社音乐社团，它的组织相当的完美，真的有嘉义市的音乐小学之称啊。他们在历年来的表现都表现相当的优异，那同学们对于学习音乐也都相当的有兴趣。在请问他的校长完善的规划，让鼓号乐队逐渐的转型。在我们嘉义市大大小小的表演当中，还有许多重要的节目里面，我们常常会看到国外国小管乐队这些小朋友他们的身影，还有他们最优秀的演出。你现在朋友给我们朋友们掌声鼓励好吗？今天我们外国小的表演呢，有浓厚的盛大的气息，而且拿着激光闪闪的道具，还有点头的闪亮的转变，闪亮的动作，转变了很好的气氛。太棒了。